下雨了，下雨就来不及回去拿稳定器了。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冲浪的这么一个沙滩，真的很漂亮。就是我们刚刚烤那个羊排和就是烤羊肉和那个牛肉肠的地方，后面就是这个沙滩，很好。然后你看到，即使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啊，竟然还有鬼佬在冲浪。现在大概有10度左我觉得应该高，远远高于10度。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厕所，这样在这里可以有热水。不过我们还没具体搞出热水来呢。不过这个地儿是可以的，而且还是去骑，这个地方好像可以骑自行车啊，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地方。这是人家住家啊，这地方还不错，它还有这个池子可以喝水。不过这个水流比较小，咱一会儿给它补充淡水有点重要，也还可以，也还可以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挺万能的啊，干啥都行。回头我会在视频里把这个地址打出来的，欢迎关注微博，搜索"未知小白"与我互动，拜拜。